小爱同学星期几？星期几？今天是周二。几月几号啊？小爱同学。我在。几月几号？今天是2月26日，周二，农历几亥年1月22。好吧，谢谢。这是龙门石窟的那个门票，他们说可以寄走，我也不知道是这个有一个邮票。 今天有点小雨，但是空气很好。现在还有阳光也不到，然后好像也变小了。是这个地方吗？嘟嘟嘟，我们要来了，小熊猫们！这次和上次来不太一样哦，不知道能不能看到熊猫在外面玩。
我们点了一个四个人的套餐，然后有五花肉、鸡皮、馒头，还有别的一些东西。Oh my god! I don't know what that is. Chicken? 好冷好冷，我现在要去吃好那个麦口兔子的地方，吃兔兔。 就是很多绿色，就给人心情很好。哎，好喜欢成都呀！上面说 Garden in the city is always nice。真的，这是一个适合生活的城市。哎呀，看见植物，人的心情就会好。所以我们要爱护环境，真的，这是我每次出来玩以后最大的感受。这应该是这个博物馆吧？对，这个博物馆的入口。 深很多。